在现今快节奏的世界中，将传统和知识传承给下一代的价值非常重要。世代传承强调保护和传承好事物给下一代的重要性，DG Lampolis 的作品中蕴含其中道理，因此成立 DG Charity Global， 让家族与个人之间重要的价值观和实践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。这是一种尊重过去，同时也展望未来的方式。无论是传递家庭精神、文化传统，还是独有的艺文知识，将有价值的事物传承给下一代，是一项有意义且值得的事业。它有助于在世代之间创建连续性和联系，并为过去的智慧和经验继续为未来的世代带来丰富和启发。而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愿景和慈善项目，支持环境永续也好，亦或是偏乡教育，在 DG Charity Global 当中，我们鼓励家族们分享他们的愿景和计划，以便他们可以互相学习和支持。此外，我们为家族成员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，以帮助他们制定更具体和可持续的慈善计划。我们相信，透过家族之间的合作和学习，我们可以共同实现更有意义和有影响力的慈善事业。DG Charity Global 将信托账户带入其中，让信托账户可以帮助家族持续创造和累积效益。信托账户是一种由资产管理人设立的信托，旨在保护和增值资产。信托账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投资，根据持有人的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定制化艺术品投资。此外，信托账户还具有税收优势，可以帮助持有人在税务方面节省成本。而艺术市场的运作被设计成随着时间增长而提高艺术品的价值，从而使他们成为未来有价值的投资。艺术画廊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因为他们向潜在买家和收藏家展示艺术品。通过这样做，他们创造了对艺术品的需求，进而导致他们的价值增加。借助这些艺术市场的运作，艺术品不仅可以被视为文化表达形式，而且可以被视为未来的有力投资。 DG Charity Global 通过这些努力实现世代共荣的家族传承。我们相信，只有通过家族成员之间的沟通、教育和共同参与，才能建立起坚实的家族基础，并实现财富和精神的永续传承。而家族独特的力量和影响力，可以在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，并为社会带来正向的改变。 DG Charity Global 将持续努力为世代共荣的家族传承树立典范，并秉持着艺术慈善的理念，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